下为本，慎追思，福慧人间。生活乐道，邱师兄。各位大家好啊，咁又系咧生活乐道嘅时间，咁啊邱师兄啦，咁今日咧一样啊，都系会同大家咧分享有关于儒释道嘅心得，而今日嘅主题咧都系有关于还神啊、许愿啊，同埋系新春活动嘅时间有啲咩地方留意啊咁样样嘅，咁啊今日集中咧就会讨论一下就有关于许愿呢个问题嘅，咁因为咧喺我哋嘅中国嘅民族嘅传统里面咧，通常啊都会认为啊，即系喺新年嘅时间啊会去咧道观啊去寺院里面咧许愿嘅，咁许完愿之后咧，咁就会就覺得啊，即係呢個民間嘅一個習俗啦，或者傳統認為啦，就覺得要去翻咧同一間嘅道觀啊寺院裏面咧，先至許願咧咁先得嘅喎，就唔可以去第二間啊，或者係其他情況啊咁樣樣嘅。咁所以啊，有啲嘅善信啦，就會問到啦，佢話如果啊咁啱去外地，譬如去新加坡、去馬來西亞，其實嗰邊都有好多嘅寺院公館啦，或者台灣咁樣樣啦。去拜神祈福啦，咁系咪还神嘅时间咧，又要去翻嗰个地方咧？咁样嘅，即或是咧，其实啊喺香港，喺香港还翻神，咁又可以咧咁样。咁所以今日咧就系探讨呢方面嘅问题啦。咁如果系听众，你哋觉得究竟需唔需要去翻同一间嘅地方还愿咧？咁样，其实咧喺道教义里面嚟讲咧，其实讲真的。即係神仙啦、仙真啦、菩薩啦，即係無處都不在嘅，係咪？任何角落地方，其實我哋都可以咧感覺到咧神明嘅存在嘅。咁所以啊，舉個簡單例子啦，喺每一個地方裏面，譬如可能大陸又好、香港又好、台灣都好啦，咁佢哋啊都有供奉咧女祖先師啦。咁而女祖先師啊，嗰個聖像嘅造型方面咧，其實啊每個地方咧都可能有所分別嘅。咁可能香港就個造型咧就係、是、一個款啦。咁而大陸咧可能個外表啊形象可能又唔同啊咁樣樣啦。咁但我想講一樣嘢就話咧，無論嗰、那個供奉嗰個神仙啦，譬如女祖先師啦，嗰個造型咧係點樣唔同都好啦，或者嗰、那個就連嗰個相貌啊，可能有啲係顯得莊嚴啲，有啲顯得咧就嚴肅啲，有啲顯示出嚟就較為慈祥一啲啦，那個法相。咁但係啊，嗰、那個本質上面咧，其實就真係冇分別嘅喎，即係無論嗰個像係做到女祖师点样慈悲都好，或者嗰个像做到咧点样威严都好啦，咁其实嗰个咧都系女祖先师嚟嘅啫，系啦，即系所以本质上咧其实就冇分别嘅。咁所以啊喺女祖嘅宝告里面咧，亦都有讲到，佢话三界十方就无求不应，即系话。即是女祖师啊，在三界里面，天界啦、地界啦、人界啦、三界啦，十方就是八个方位加上上下十个方位，是啦。每一个地方只要有人呢，有众生或者有不同的人去祈求的时间呢，祈求女祖师都好啦，女祖师呢都会感应到，同埋呢会有所回应的。咁所以啊，我哋成日都讲，即系话，无论去边个地方都好啦，只要我哋一念动神明嘅名称啦，同埋咧礼赞住神明咧，咁其实呢个神明啦、仙真咧，佢哋都会感应到我哋嘅话，亦都会咧就地啦，随方设教度世去度人咯，就系、是、会因应住嗰个情况啦，借事啊，借机会啊，借唔同嘅方法咧，去度我哋嘅世人啦，去脱离一啲嘅厄运啊，咁样样嘅。咁所以我哋若果咧话喺一年里面啊，去咗一间道观许愿啊，咁而还愿嘅时间咧，可能因为个地方远离香港啦，唔喺香港境内啦，又或者可能个地方太远啦，未必去得到咁样。咁唔
唔能夠就話喺同一間道觀裏面咧去許願同埋還願嘅時間咧，其實咁可以做啲咩咧？其實都可以選擇到咧，都係供奉咧同一位神明嘅另一間嘅道觀咧去進行呢個還願都得嘅，咁就唔使咧就。起個執著心啊，係喎，哎呀，今年我去咗嗰間公館咧，就許願啦，咁但係又還願唔到添，咁又心裏面咧有啲閉翳，咁其實亦都無需要嘅，因為頭先都講啦，神明就無處不在嘅，你只要去翻供奉咧同一位神明嘅道觀裏面咧，其實去還神亦都可以噶啦。咁舉一個例子啊。譬如是去一间公館里面啦，就是拜呢个关圣帝君嘅关帝系啦，咁去新年啊或者年初啊或者平日嘅时间许咗愿，咁年尾嘅时间啊想还愿嘅时间咧，你去唔到嗰间公館咯，咁啱可能嗰间公館装修紧。又或者咧，嗰個地方係佢離開香港嘅好遠嘅地方，去一時之間亦都去唔到啦。咁我哋亦都可以咧，就去翻係供奉咧關帝嘅一間嘅道觀裏面咧，就係、是、去還願，感謝咧關帝呢一年裏面咧去庇佑自己啊，或者事情當中能夠事事順利啊咁樣樣啦。咁咧啲人就話：，唉，唔係喎，咁嗰間公館啊，嗰個造像同埋另一間。公館所造像嗰個形相不同喎，咁會唔會有分別㗎？其實都冇分別嘅，真係個造像雖然係唔同，但係都同一位嘅先真聖賢嚟㗎嘛，咁咯。咁所以就我哋就唔一定啊，唔一定咧，就係即係有時即係咁啱唔方便啦，去到嗰間公館裏面還願啦。咁我哋亦都可以咧，就選擇去其他嘅公館啦，供奉同一位神明嘅公館裏面咧，就係、是、去還願啦。如果都唔方便去道觀啦，咁亦都可以咧選擇翻喺屋企裏面咧許願同埋咧還願咧都得嘅。因為頭先都再三強調啊，即係先佛就係三界十方啊，無求不應喺啊，只要我哋隨。我哋至誠咁樣念動佢哋嘅名稱啦，禮讚佢哋咧，其實佢哋都感應到噶啦。咁如果係喺屋企啦，許願啊、還願咁點做咧？咁我哋可以向住當天啦，係啦，就係、是、住想住咧嗰位聖賢先真嗰個尊容啦，譬如關帝嘅。咁你喺屋企許願還願嘅時間，你就係心裏面咧就住想住關帝個聖像啦。咁然後咧用至誠嘅心。係啦，咁去禮敬啦，同埋就係持香嘅時間咧，亦都可以咧默念翻嗰位聖賢先真嘅聖號，或者咧可以念誦翻寶告都得嘅喎，係啦，譬如禮敬女祖嘅，咁啊念翻女祖嘅寶告咁樣樣啦，咁然後咧就説出。自己的心愿啦，讲下自己心愿是怎样的，这样样也可以感觉到神明啦，令到神明知道啊，是某某地方里面有位善信去起个愿，这样是啦。咁当然啦，如果即系话能够按照到民族传统嘅，即系每一年里面都去翻道观里面参拜咧，咁啊成日都能够咧。沐浴在同一個神聖莊嚴的聖境裏面咧，其實亦都幫助到我哋咧，能夠達到一個虔誠啦，同埋咧清淨的心境，其實都是一件好事嚟嘅。你諗下，如果我哋喺一間道觀裏面，我哋有一個咁好嘅環境，咁俾我哋咧能夠容易起到呢個恭敬心、虔誠的心出嚟，然後同嗰位先真聖賢咧去有一個許願啊，有一個感謝神明的心啊，咁其實亦都咧容易啲去感覺到神明。咁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咧就學習到呢度為止先啦。咁我哋下一集咧再同大家去分享有關於新年前後有啲咩活動啊，或者係還神裏面咧有啲咩嘢我哋可以做啊咁樣樣啦。本節目由孝思源冠名贊助。